后告诉园区计划案已经进入动工阶段，所以引起地方公所以及村长代表对计划案不满，集体联邀召开代表会，提出对计划案的质疑。这代表今仔来拢义愤填膺啦，拢真生气，讲为虾米公所遐大案，遐大案拢无来甲咱，来拢无甲咱告知啦，结果竟然是连公所都唔知影。那么靠乡民，你问是讲啊，这二十一家乡产为虾米发包去？你家己问，你拢也唔知。参观我们生态，海产的生态，有请专人来教。所以我了解是干那了解安尼尔。这伊的，阮会跟他怪伊的，就是叫伊来向阮船长代表同仁共同来说明，互阮有一个满意的答复。靠高雄园区计划预定地要使用将来21届海园地，其实这处海园用地经过多年发展，水路已经和周围产业连为一体。这所有的产业才有200多家，就是拢在吃这块的水啦。发包要做要，这水若无改善就对啦。我干那话这吼，这养殖吼，这200多家吼，干那乱了乱死啦。哦，你若讲人咧放窟啦，你要讲停，讲要停两礼拜，这窟内人要安怎？这部分，那个应该不是养殖户啊，是应该是占耕户哈，就是说，我们现在施工之前，我们也会尽量跟这个在上面这科架农的部分尽量做协调。面对地方声音，相关单位也提出解决，表示未来继续协调地方意见。大概重要的村长都有到吧？那公所一直从规划到设计到工程的协调都知道，就这部分我们城乡处这边跟设计单位还有会协调公所承包商这边针对代表会或地方人士还不清楚的我们会再做一些沟通跟说明。推电靠文化设立海口高速园区，原本是政府好意，却因为和地方协调出的问题，引起想不到的负面效果。记者李克山，长报道。